一天见何在，宝刀不要期待，期待剑开。问苍茫大地上，剑伴谁在？为你寻遍八方路，想你心开。心已随风中笑影，偷偷投梦来，仍任你全部豪放姿态。不知你不知我，谁武功厉害？剑是龙，剑是红，能让为万爱。一照了，千照了，亮灯知亮台。以结成，以意爱，痛心喝彩。铲除魔教虽然是正义之举，但这件事与本波无关，我们都是无谓多管闲事了。帮主且三思，盖波多年来都一蹶不振，今次实在是一次扬威立万的好机会。如果一旦成功的，我们还可以在魔教身上得回金银珠宝，那又何乐而不为呢？奸淫混账！陈友良，你身为八代长老，怎可以这样说啊？我们丐帮绝对不会做出这种趁火打劫的事的。帮主，不必多说，这件事我不会应承的。大家早点休息了。帮主真是胆小，简直做不到大事。嘘，小声点啦，给帮主听都不是挺好啊。我现在有讲错了，我哋丐帮多年来都一蹶不振，就是因为缺少咗我果断英明嘅帮主。本来今次可以军军烈烈打翻场仗，同丐帮扬威立万，点知大好机会就咁白白放过咗。唉，陈长老啊，你咁怒气都冇用啊！帮主已经决定咗，有乜办法啫？咁又未必，我哋大可以嚟一个先斩后奏。哇！先斩后奏，就算系帮主啊，佢都奈我哋唔何。唉，不过魔教中人啊，武功高强，我哋人丁单薄，点够去打啊？笑话！魔教中人全部都系乌合之众，根本就唔需要惊佢哋。而且有六大派同我哋打一头阵，到时我哋大可以睇准形势先再出击。陈长老讲得啱噃，一仗我哋可能一打噶。当然啦，呢一仗我已经亲口应承咗武当嘅朋友，一定要打。否则言而无信，我哋丐帮日后将来点样可以在江湖上立足啊？既然帮主唔允许嘅，咁我就去。各位，有边个唔怕死嘅就同埋我一齐去。支持陈长老，我支持陈长老。报告，百眉英王驾到。快请。系。约咗事，在下都系先行告退。我哋嘅事仲未商量完，做咩咁急而走啊？系。遲一步再傾，我同百眉英王父子一向都有過節，大家見到面阻阻就無謂啦。莊騎士，而家係明教嘅危難關頭，我希望你將私人恩怨拋諸腦後，以大局為重。你都係留低共同商量對策啦。好啦。恩護法，恩堂主，你哋一路辛苦啦。大家不計前嫌。在大敌当前，携手合作，共同护教，在下万分感激。杨佐士，客气说话不必讲。而家山下情形点？我探到六大门派部分嘅人马已经齐集山下，我睇佢哋等人马到齐就会攻上山嚟噶。咁我哋自己人呢？五省人同埋其他嘅骑士仲未到，我睇夜啲等佢哋到齐，先商量点样分布岗位咧。我派咗无福无寿嚟先噶，佢哋到咗未？已经到咗啦。在后堂等候两位，你先行入去休息先啦。恩丽，系带两位入去休息，请。
教主，路上冇咩事啊嘛？咩事？咁嘅，刚才小人等上山嘅时候碰见孙小姐，你就见到系你？系啊，不过唔知点解佢个样变得越嚟越丑怪，几乎连我哋都认唔出佢。点解唔捉佢翻嚟啊？堂主，小姐嘅千蛛万毒手好厉害，连我哋都唔系佢嘅对手。你真系冇用。堂主，我睇听日仲可以见到佢，因为佢同武当峨眉嘅人一齐，睇情形好似联手要攻打明教。佢点会同佢哋一齐嘅呢？衰女竟然作反，我听日见到佢亲手杀咗佢。咁多位早晨，师太早早晨，早晨早晨，师太，我哋可以起程。咁各大门派呢？佢哋已经依照原定嘅计划，喺不同方向上山，然后喺山顶集合。如果有需要帮手嘅，就会发信号互通消息嘅。好，我哋而家起程。请。请。周姑娘，陈敏嘅事真系好对唔住，请你唔好见怪。琴晚发生过咩事啊？师妹，佢哋行晒啦。哦，嚟啦。接近光明顶，大家提高警觉。系大哥。咦，大哥，空洞嗰边有事喎。唔好讲咁多，快啲去帮手。堂主，我哋使唔使帮手啊？唔使，再睇定啲先。我哋帮手。兄弟，上面嗰班系咩人嚟？嗰班系天鹰教嘅人。天鹰教，咁点解佢哋唔帮手嘅？天鹰教向来同五行旗不和，你哋将五行旗发精光，天鹰教仲开心啦。你会知道咁多嘢？你的身世都大有可疑喎，一陣間慢慢就炮製你，我哋上。收兵！快快啲！收兵！牛哥，你快啲解好我穴道啦！如果我落喺天教手上面，佢哋就殺死我噶，快啲啊！解唔开嘅，再试下。我哋过嗰边先。你哋听住，你嘅前面只有死路一条。如果想留翻条命嘅，即刻摆低兵器投降。你睇睇得我哋明教弟子啊，我宁死不降。好，你既然咁有骨气，就等老嚟成全你。呀！师傅。我哋快啲杀晒瑞金旗啲人，然后再转头对付天鹰教。好，你哋听住，边个唔想死嘅，即刻开声求饶，我就放过你哋。要杀就杀，何必讲咁多废话？哼，死到临头仲称英雄好汉，但系老尼偏偏唔俾你死得咁痛快。斩晒我啲手臂落嚟。系，师傅。停手。师太，对于呢啲已经无法抵抗嘅人，你仲咁凶狠残忍，你唔觉得惭愧嘅咩？哼，邪魔外道，人人得如诛之，我做咩要惭愧啊？呢度每一位大哥都轻生重义，慷慨求死，可以话系英雄好汉，点算系邪魔外道？哼，凡系魔教嘅人就系邪魔外道，嗰个青翼蝠王吸血杀人，杀死我一个徒弟，你都亲眼见嘅啦。冇错。青翼蝠王系杀咗你哋一个人，但系师太你哋今日杀嘅人可以讲话多不胜数。佢用牙杀人，师太你就用倚天剑嚟杀人，一样系杀人，有咩善恶之分？
好小子，竟然够胆教训我添啊！哎，唔敢。晚辈只希望师太宽宏大量，放咗呢班大哥。竟然代人求情添啊！好，如果你接得住我三掌，我就放咗佢哋。师太神功盖世，晚辈唔敢同师太比武，只系希望师太宽宏大量，体念上天好生之德。好，接招啊！张飞人嘅左手系咪斩晒落嚟？等阵，师太，你话我受得你三掌，你又放咗呢班人，我而家受咗你一掌，仲争两掌。后生仔，你唔好多管闲事啦。方才嗰一掌，我只系用咗三分力度啫，否则你已经冇命啦。晚辈不自量力，请师太出手。既然你要做英雄好汉，那我就成全你啦。堂主，老兄你先走先啦，你嘅大恩大德我哋来生再报啦。喂，姓曾嘅。你够唔够胆接我师傅第三掌噶？如果唔够胆嘅，就有咁远走咁远。唔系要我师傅等你养好伤，先再打第三掌系嘛？师姐，不如俾佢休息一阵先啦。你咁袒护外人，唔通你睇中？我只系想顾念师傅同本门嘅威名，唔想俾人讲闲话啫。咩闲话？师傅是当今武林数一数二的高人，又怎会跟你后生仔一般见识啊？师傅只是见到他狂妄自大，才出手教训他啫，难道真的想取他性命吗？就算俾他练到一百年啊，都不是师傅的敌手啦。咁养多一阵伤，有乜所谓？前辈，晚辈今日就舍命陪君子。请师太发招。头先边个叫你唔还手噶？你应该要出掌打我。晚辈武功粗浅，自知唔系前辈嘅敌手。既然有自知之明，你走啦。哼，你个后生仔咁有骨气，确系难得。我灭绝师太，从来都唔会手下留情。今回就破例一次，走啦！多谢前辈，前辈的意思是放埋其他嘅人。我法号叫做咩？上灭下绝。你知道就好啦。呢班邪魔妖徒，我要灭之绝之。既然系咁，请师太发第三掌。掌啊，老人！住师太，如果唔嫌弃嘅，就等在下嚟接你呢掌。你系边个？在下就系恩野王，舅父。佢系你咩人？点解要代佢接一掌？我同佢素不相识，不过见佢年纪轻轻就有呢副硬骨头，唔知得好多人沽名钓誉，假仁假义。所以在下先想试下师太呢一掌。我哋一笔还一笔，呢个后生仔仲欠我一掌。解决咗佢之后，我唔会令你失望嘅。灭绝师太，你有本事就杀死呢个后生仔。不过如果佢死咗之后，我要你哋呢度所有人陪葬。你个后生仔都嫌命长啦，你快啲走啦！我师父嘅呢一掌系亡命嘅九阳神功，你是冇命噶。九阳神功，子阳，他强任他强，清风拂山岗；他横任他横，明月照大江。他自肯来，他自往。
果子一口真气。多谢师太手下留情。识时务者为俊杰，列住师太果然是当世高人。师太，我接咗去三抢，你应该放咗呢班人。我哋走。阿黎，原来你仲喺呢度。爹，你仲识得叫我爹咩？我由你跟咗金花婆婆，就唔将天教放在眼内。好出息，你同梁车阳练埋啲咩千军万毒手？你睇下，我哋殷家竟然出咗你啲咁嘅丑闻怪。鬼叫你对唔住娘亲啊！娘亲又冇做错事，你做乜仲要娶二娘啊？你忤逆不孝，辣手杀母，仲想狡辩？带佢走。系。咪住！你想将佢点啊？佢杀死继母，害死亲母，简直禽兽不如。殷姑娘当时年纪仲细，佢见到娘亲俾人欺负，咁就做错事。你唔使讲，我哋两父女有事唔使你嚟，带佢走。前辈，佢系你亲生女，你放过佢啦。仲讲？你冇理我啊，牛哥，你快啲走啦！你打唔过我爹噶，快啲走啊！清热福王都嚟多管闲事，做咩啊？你跟佢做咩啊？你尊姓大名啊？我叫说不得。点解说不得啊？系说不得就说不得啦，有得解嘅咩？喂咧，你叫咩名啊？我叫曾阿牛。做咩你一个人喺度周围走啊？我朋友俾青叶蜂王捉咗去，我要去救佢。唉，嘥气啦，你救佢唔到噶。点解啊？唉，青叶蜂王武功高你咁多，你边度够佢打啫？打唔过都要打。好，有志气。你个朋友仔梗系个姑娘仔嚟嘅咧，系咪咧？你点会知噶？如果嗰个唔系姑娘仔啊，你点会咁搏命救佢啊？喂，佢咪好靓嘅咧？啱啱相反喎，佢好丑样，仲系殷野王个女。唉，你唔使救佢啦。唯一笑足咗佢，实唔会放佢噶。点解啊？唉，正系奇货可居啊嘛！唯一笑足白眉英王嘅孙女，咁又天英教就乖乖地咁听命于明教。哎，咁佢系打错算盘啦。跟住王本来就想杀佢个女噶。点解啊？佢唔抵得佢阿爹另外娶妾侍，冷落咗个娘亲，
於是乎佢就害死個繼母，後來仲累死埋個娘親添。嘿，好，有種，唯一少人唔會殺佢，馬手仲要收做徒弟添啊！你點知㗎？嘿，我梗係知啦，唯一少係我朋友嚟㗎嘛。咁你幫前輩前。前輩啊，我求你救阿欣姑娘啊！唉，我救佢唔到噶，唯一少系我朋友。原来我武功又唔够佢咁好，咁你劝下佢啊！唉，劝佢都冇用噶，你嗰日真系好想吸人血啊！佢都系逼不得已啫嘛，因为佢练功走波魔，一定要吸人血，如果唔系咧就会寒气攻心而死。三阴脉络受损，点知噶？在下曾经追随个蝶谷医仙胡青牛，唔多唔少都识啲医理。喂，兄弟啊，你有冇想知道我的样子是点噶？啊，咁你拧转头啊！喂，夫王，喂，夫王，喂，夫王，我已经联络咗五散人啦。诶，你咩事啊？冇冇，我冇嘢，我而家寒气攻心啫。有个现成嘅，你话你唔吸佢啲血？呢个人啲血我唔吸得噶。点解？佢系白眉英王嘅孙女，而家天鹰教同我哋明教各自为战，互相猜忌，迟早就俾六大门派所灭噶啦。哦，你嘅意思系想将佢嚟要挟天鹰教？你哋嘅算盘打得几响？咁花婆，我嘅人边个都唔可以带走，我一定要带走。师傅，冇啲咁嘅徒弟啊！后我练功偷偷地离开灵蛇道，我啲武功就学够啦咩？离开灵蛇道去边？我想揾揾边个？揾张揾谢信。我知道师傅你好想得到把屠龙刀，揾到未啊？揾唔到啊！但系有人知道佢嘅下落。边个？武烈父女。点啊？谢信究竟系？我都话唔知噶啦，逼我都冇用噶。真系唔知？你以为你有力量攞得到铜刀？落石，我哋真系唔知噶。我不勉强你。注意。我求求你，帮我哋。唔使五个时辰，啲毒就会随血入心。鬼难爹，好，我讲俾你听就得，不过要俾解药我哋。讲，就系冰火道。冰火道喺边？你都唔知噶，不过。一直向北，真系知？我哋真系唔知，我哋条命就交喺你手度，点解隐瞒你啊？婆婆啊，我睇佢哋所讲嘅系真话。走，你要俾解药我。婆婆，行。
喂，解药啊！哎呀，你唔可以走啊！你我告诉你，我是明教五星人之一，我叫报道和尚说不得。我和冷谦虽然不喜欢杀人，但是里面彭和尚、周癫和铁观道人，他们很喜欢杀人的，你千万不要出声，不要动，知不知道？我又没有得罪贵教，为什么？怎么解释？他喜欢杀人就杀人的，有得解释的吗？你傻的。刚才说的你明不明白？喂，为什么你不回答我？你说不要出声嘛，吓咗你！而家唔系啦，唔好出声，唔好喐啊！记住啊，吓，记住啊！诶，你齐晒啦吓！哎，喂，做乜搞成咁嘅？唔系啲寒毒发作啦。啊，惊天正嘅孙女咧？你点知佢捉咗八眉英王嘅孙女啊？哎呀，你唔好问咁多啦，人咧，俾金花婆婆抢走咗啦。唉，還以為今次有白眉英王和青翼福王合作，會令我們明教聲威大振，估不到，估不到這個吸血蝙蝠就來變死蝙蝠了。你們在這裡等我，我落山去捉人給偉福王吸血。喂，沒用的，這裡方圓十幾廿里，人煙都不多過，你等得你來，偉一笑變偉不笑了。何必捨近圖遠呢？袋裡面有一個。唔得，呢位小兄弟對本教有恩嘅，如果偉兄吸咗個血咧，五行爺肯定要同我哋搏命。點解？點解？上次六大派圍攻瑞金旗嘅時候咧，呢位小兄弟甘願接受滅絕師太三掌，救翻瑞金旗幾十人。五行爺對呢位小兄弟非常之尊重噶。你嘅意思係想借佢嚟收復五行旗？哼，聰明！本教正係四分裂嘅時候，而且有大難臨頭。呢位小兄弟可以令到本教團結一致，正是奇貨可居啊！喂喂喂喂，你睇下佢而家點啊？有個辦法。多謝咁多位。誒，使乜咁客氣啊？大家都係自己人，我應該攜手同心對抗外敵。冇錯啦，今次我喺東北方面嚟，打探咗少林掌門，親自率領咗空智同空性，仲有百幾名弟子趕緊嚟我哋光明頂，好顯明係對付我哋。正東仲有冇多五行？六派分路合擊，五行旗可能對付唔到佢哋。恩天正佢哋父子又口和心不和，如今之計，我哋先上光明頂。嚇！唉，楊少都個龜蛋，佢唔嚟求我哋，仲要我哋嚟送上門。周傑，如果今次六派攻破咗光明頂，滅咗聖火，我哋仲有面目生存落去咩？雖然楊蕭得罪我哋五省人係佢唔啱，但係我哋今次護教又唔係為咗楊蕭，而係為咗明教。誒，彭和尚講得啱啦，私怨事小，護教事大啊！喂，鐵觀道人，你都記得啦，當年楊蕭呢個龜蛋一掌我打碎咗呢個膊頭，呢個仇點樣報先嚇？護教退敵係當前急務。楊蕭嗰筆帳，等打咗我哋之後，再同佢算帳。喂，點啊點啊？我贊成佢嘅講法，我哋好應該先解光明頂之圍。唉，你一個二個龜蛋，龜蛋放屁放屁！唉，楊蕭點樣對我哋五山人啊？呢個仇點可以唔報啊？嚇！以前嘅是是非非算啦，唔好再拗啦。周天，我問你一句。你承唔承认你自己系明教嘅人先？点解唔系啊？有明教大敌当头，如果我哋袖手不理，
試問我哋點對得住楊教主在天之靈？死咗仲邊有面目去見楊教主？唉，周天，如果你係驚咗六大派嘅，你就唔好同埋我哋一齊去。我哋喺光明頂戰死殉教之後，你就同我哋收屍啦。我哋走，走。蝙蝠王和五山人家到，快请。是估不到韦福王和五山人会大驾光临，在下有失远迎，望各位恕罪。估不到你都几识做戏喎，你的心想什么？你估我们不知道？你是想我们一世都不再来光明顶，一世都不理明教的事是吧？周天，为什么你要这么说？现在明教大敌当前，在下正是孤掌难鸣，能够得到几位看在本教份上仗义相助，实在是本教之福。你知道就好啦。天鹰教呢？天鹰教和五行旗正在山下各自为战，在下实在好担心。人来，是马上再探，一有消息立即回报。知道。杨助士，伤你一个下人，我一笑以后定当报答。喂，福王，我同你之间仲讲咩报答唔报答啊？人嚟，抬佢出去。知道。咁多位，请过嚟，我俾大家睇下目前嘅形势系点样。就光明顶啦！大家过山嗰个时候要特别小心。系，大家小心啲吓，小心啊！啊！前面冇路喎。我睇呢边上。教主的位置一日未定，本教的纷争一日不解。杨佐士，在下想问你一句，如果我们退敌之后，你会拥护哪个做教主？哪个手上有圣火令，我就拥哪个做教主。这些是本教的教规，韦福王你应该知道的。圣火令已经不见了成100年了，如果一路找不回，一日就没有教主。所以六大派胆敢围攻光明顶，不放我哋在眼内，就是因为知道我哋明教冇人统率，内部四分五裂。冇错啦，求其选个教主出嚟咪得咯，有教主就好过冇教主。不如咁啦，选个副教主出嚟咪得咯。你今日上嚟光明顶，同我共同对敌，
定係以我為難啊？楊少，你始終都唔肯選教主，你估我唔知你嘅居心啊？我哋明教一日冇教主，你嘅職位就最高，但係最高又點啊？你掂得喐五行旗咩？四大法王會聽你話咩？甚至我哋五山人都唔會賣你帳噶。哼！而家大敵當前，我唔得閒同你作口舌之爭。如果你對於明教嘅存亡無動於衷嘅，就即刻離開光明頂。楊左氏，你又唔使咁嬲嘅。而家六大派圍攻我哋明教，凡係本教嘅弟子，個個都有責任去保護噶，又唔係你個人嘅事。最弊有人當我係眼中釘，日望夜望都希望我俾六大派消滅啫。你講邊個？我講邊個都好啦，你哋心中有數啊。咁即係話我啫，係咪啊？唉，到底而家我哋係咪選個教主出嚟噶？好，我就選韋一笑。韋福王嘅武功高強，又足智多謀，點都好過一個成日掛住放屁噶。計我話，最好就選周癲。因为而家明教已经四分五裂啦，如果周癫做咗教主，更加可以倒而癫之，癫而倒之，咁咪仲好。你放屁！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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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再见我一将！唉，系唔好打你几个，唔好打，唔好打啦。坤大王而发，你都算狡猾啦！我哋唔好再斗啦！我数一二三，大家收到啲奖励好冇？好，一、二、三。光明左使果然名不虚传。连中我两颗幻音子都居然仲可以企喺度啊！你到底系咩？点可以入得嚟我光明顶？贫僧法号元真，我中意入嚟就入得嚟。今日六大派围剿魔教，你哋死喺少林派嘅手度，都算系死得眼闭啦吓！如果明刀明枪决一死战，我哋死而无怨。但你咁做，简直就系卑鄙无耻！出奇制胜，兵不厌诈，有咩卑鄙唔卑鄙啊？今日我元真一个人就可以打到你七大高手，你哋梗系输得唔服气啦吓！但有一点，我明上光明顶嘅路重重险阻，凭你一个人嘅力量。怎可以神不知鬼不觉咁上咗嚟？你唔记得有条秘道可以直通光明顶嘅咩？冇可能，你冇可能知道个秘道喺边嘅。对你哋嚟讲系秘道，对我嚟讲就康庄大道。老实讲，你哋明教高手如林，如果唔系自顾自相残杀，又点会落到今日咁嘅田地啊？呢啲就叫做天作孽犹可活，自作孽就不可活。真系估唔到，圈客一时嘅明教，竟然会落到今日咁嘅收场。杨少，系我周癫对你唔住。我虽然系唔服你，但系如果俾你做咗教主，都仲好过全军覆没。唉，你而家后悔啦？你迟唔迟啲啊？可惜杨顶天就早死。不能够亲眼看住明教今日咁嘅收场。放屁！如果杨教主，我哋个个都听你话，点会俾你咁嘅输啊？杨顶天生又好，死又好，我自然有办法令到佢身败名裂。
兄弟，你快想办法救我哋啦！宝刀出了期待，期待剑开。问苍茫大地上，剑伴谁在？为你寻遍八方路，想你心开。心已随风中笑影，偷偷投梦来，仍任你全部豪放姿态。